魏王章俱下，十六鲁平公章出，必人将当者，请曰：他日君出，则必命有司所知，今甚予以驾矣，有司为之所知，敢请。公曰：将见孟子。曰：何哉？君所为亲身以先于匹夫者，以为贤乎？礼义由贤者出，而孟子之后三于前三，君无见焉。公曰：诺。乐正子入献曰：君昔为不见孟轲也。曰：或告寡人曰：孟子之后三于前三，是以不往见也。